这边，那走过去的话，往这边走啊，那就是苏伊士渔人河啊。如果往这边走，对，往这边走。苏伊士运河什么时候挖的呢？1859年到1869年，我们花了大概10年的时间才挖好苏伊士运河。刚刚盖过苏伊士运河的话，有170